人格万圣节活动已开启，这个紫皮你们都拿到了吗？来，我看看这个万圣节的舞女的新皮肤怎么拿的。祭典之夜，菲尼克斯之罪。这个任务就是一直点点点吗？大黄一只土豆，这个蓝皮。Yes, I do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这一天能拿到舞女的这个紫皮吗？感觉有点难哦。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收集完，应该就可以了。祭典签到。耶，你们看左下角还有一个邮差，还有个小狗，好迷你啊，这么萌的吗？这边是第七天，拿到一个头像框。哦，这头像挺好看的，兄弟们。嗯，让我选的话，我可能会选择这个独行。哎呦，这两个头像都很好看。祭典小铺。哦，75个这个萨温果换一下舞女的这个紫皮。我现在一天还没有打完，就30个了，感觉两天应该可以拿到这个皮肤。这活动是21号开始的，加油小伴们，你们拿到这个紫皮应该是唾手可得。这次这个活动这么好干啊，是不是考虑到这个未成年上游戏的时间限制，然后把这个活动的难度给降低了很多。看我这才打了一会儿，排位就已经30个这个小鬼火了。加油吧兄弟们，我们一起加油，把这紫皮和蓝皮都拿下来。看这个黄金制度的蓝皮好像也还不错。可以可以，